大众请合掌。请大众配合，请关手机。请常跪。修六合敬祈祷文，弟子众等一心归命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观音四世，清净海众，以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宝，时值末法，斗争坚固，灾厉四起。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同轮兴起学习六合，以求自度度他，拯救地球，责无旁贷。大心虽发，当知此事，若无三宝加威，祖宗德印云何形成？我等四众弟子罪业深重，定会未修，虽闻正法尚未落实，今愿依佛教法全球家用。弟子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四众弟子，是从自身做起修六合敬。一、见合同解；二、戒合同修；三、身合同住；四、口合无争；五、意合同愿；六、力合同军。谨遵经训，出之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能生变法界一正庄严，而法界一正玄体亦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一切万法不是一家，而是一体。故佛是众曰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由之建立见合同解。自今日起，尽此行诵，认真落实《弟子规》
感应篇，五戒十善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，务求行医四德，随缘妙用，威仪有责，柔和慈子，待众生苦，奉行六度，四圣三福十愿。经云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弟子既发心修六合道，力求自身业和谐，与业和谐，意业和谐，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，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，一切资深之具愿与大众共享。依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向专念弥陀圣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唯愿以自身之真正落实，感化一切有缘众生。如印祖云，看一切人皆是佛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愿以此如说修行供养，自诚祈祷，三宝威神加持，全球各国元首，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澳洲、埃及等，业障消除，福慧正上，同心协力，互助合作，化解世界一切灾难，苦力勤盟，恭维十方三世一切三宝，韦陀天尊护世四王，龙天护法正明摄受，令弟子得成为六合行者中之一员，令我黑夜永除，善法增长，克邪善勇，净满圆成。弟子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四众弟子自诚顶礼殿空。2013年12月22日，大众转身向上问讯，对面站。转身向上，鼓敲重一点。拜。起。
拜。起。拜。起。问讯。Oh.
Oh.
南无大圣金那罗网菩萨。
Oh.
恭送乐众法师，
转身向上，大众请坐。接下来。